还有一次双倍溢满，真的是太变态了，说明不是运气。哎，喂，蹲到一个，哦，这波 FTY 的侵略性很强啊，马头我也要啊，上来落点旁边有人，我就直接过去把他蹲掉，这种打法其实在天机里面会比较常见。哥好凶哦，那你的这机会来给你移了呀。龙哥这场比赛打得有点上头了。是的，这最近 AB 和这个小杨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他们直接来撞防空洞，我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。是的， I7 也上头打两个，背后还有911枪线。哦，这两个队又是妹妹了。啊，妹妹和 Henry。但是你现在在这个防空洞的位置就有点被反客为主了，蓝波现在还没被补掉。哇，这里阿童木也是，哇，这两个队怎么回事，这么上头的吗？是的，他被雷震了一下，所以枪口晃动了，没有能够继续瞄着 Henry。 就他这个位置可以打，但是中国要找个掩体吧。哇，这里 FTY 的小毒房倒两个了。 FTY 是的，剩下两个队还在码头。那今年两个不是直接凉凉？这艾伦的第三场什么情况？就第一圈已经有这么多的减员了，感觉大家打的这个火气是越来越大了，开始发泄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样的话 I7 是直接把 GFI 给淘汰掉了。是，而且还把倒地的扶起来了一个，那就三个人。就一圈还没缩到，左边压力大啊。第一把他是到四圈才合，啊，这把我估计应该也不会这么快。巨幅击倒了，巨幅跟 KRG 又来了 Round Two。但 KRG 的队友离得比较远，应该是无法去。是的。所以他也很容易被扫下来什么的。对，他吹气腰，昨天的亮眼选手啊，今天哇，地贵贵干脆利落，队友甚至没有来得及帮忙。是的，我是感觉龙斯哥就是非常自信的，这个就是我这个子弹只要打出去，这个人是必倒的，然后立马就开始拉枪。定的一个选手。是的，镜头转换过来，烤鱼就直接倒了。哎，说好的 4M 可能会 S 跟 SMS， 没想到 SMS 来到了秃头山。4M 这把又是延续了学校的站位，但是，嗯，甚至 Forever 想腿过来看看形势的。SMS 这波可能有点难活，看这个样子的话 ，Forever 想过来劝架，来不及了 ，DT 已经打完了 ，Ninja。正面人看够不够，先找掩体吧，因为这全车队可能会被乙逼打了。是的。下面山脚下的防区一放以后，巨幅跟悟空两个队伍同时在抢这个点。我现在看巨幅都觉得他打得很放心。小宇宙，就我感觉一个侧身，这里可以捏雷了。是的，我都说可能会被乙逼打。4M 那个位置真的是近点，他人很少的。哦，漂亮！小杨一颗空爆雷，又将对方拿下。巨幅这里的战斗就是，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他应该能赢。是的，他主要是手感非常的爆炸。是啊。这里 4M 的计划是通过在然后没有被雷倒，因为血量很残，本来下这波其实还可以扶下112，但这样的话小鹿就需要小鹿先独自作战。对，不急不急，有烟的，其实有烟的，但烟马上快散掉了。小鹿这边的小心屁股，小鹿的屁股是不是来人了？来人，天霸来人在打天霸。是地气吗？不是，还是天霸的掩护枪线。哦，是七夕。对，天霸的掩护枪线，七夕取代了刚才学校的那个站点位吗？小鹿这里近点扑不上去。哦呦，刚探头就被打了。是的，这里李白是瞬间被七七给秒掉，但是小鹿这边也不好扶啊。哇，主要112也没扶。是一个，就是本来是学校的一个优势位置嘛。是，鱼人打了龙四哥，龙四哥直接被补，瞬间贴脸了吗 ？FTY 和 RBS 应该是贴了波脸。是的。还有小九，还有小九。以 God V 近点。啊，这个距离两倍近，感觉就是开镜稍微吃力了一点。就是你看他开完镜以后，他那个黑框。正好是挡住了，但小九的位置好像已经被顽盆发现了。顽盆不会可能会踩雷给吧？他打起来了，哎，他真的给了！哎呀，盆哥，你真的给了，感谢盆哥送的一分。裂开，盆哥的盒子不会吸起来吧？就在小九的旁边，哎，很有戏剧性啊。嗯，正当小九。就是我在那个小地图上看他，就是他那个箭头不是蹦这个土豆的分。
好，这一球背身很要命，没有掩体啊，你稳住稳住、哎呀，我听到刚才 AWM 也打空了，但是回头也要威慑一下对方，小九还是被发现了，是的，毕竟还是要帮顽盆报个仇的，是的，林强倒了，哦，地气从屁股后面又来了，变成四对，鼓舞一下士气，血魔的坡地很关键，血魔直接拉到蓝圈里面，从坡地走，又要倒了，就这波血魔的这一波将会直接决定比赛的胜负。打两个，打两个。比赛经验，这个就是比赛经验。血魔在这个时候，你就看他，他走的这个位置虽然风险高，但是收益就是完全是致命的。CDG 近点还埋了一个人，但是他们其实阵线拉得很长，因为他们还需要看屁股。哦，已经被发现了。没想到他看屁股，然后屁股的人离他如此之近。擦干净了。是的，先给长剑打个药吧，打个药。很危险，这个位置非常危险，圈正中心，但是巨危险。这里的石头阵说实话不是很靠谱，因为你附近的人都是踩着高点打你的，什么游行山啊，什么秃头山啊。 CDG 林强在中间的位置被击倒了，一波三倍紧压枪。好、嗯、没问题，天地全总压不住就改成快速单点也可以，是天击倒了天。什么过来， CDG 还在战斗，高星这边是被发现了，他等王曹操起身的那一瞬间换分、哦、其实差不多，因为王曹操需要一点反应时间，他回头打的也是很快了，是的，那这样要他 DT 又是多拿两分。嗯， DT 在这 DT 和 DDT 的生死抉择位置上肯定是 DT 要更好一些，而且人数 DT 也是多一个的。哎，我卡人进圈的位置，队友在圈内也是有接应，会相对比较舒服，然后 MCG 想趁这个机会来攻击 DT， 靠，这时候很关键，坦克滑车过来被发现，直接被打掉。这旁边有吉普车，多少也得留点心吧。哎，这个还是心思少想，少动了一下，这就是你得多长，吃到活。DT 这把真的是手感非常的好，而另外一边巨幅我们看到也是卡到了一个弱侧，他在圈边有一些操作空间。哎，巨幅开车开到天霸脸上了。这一波是稍微，哦，但有小宇宙的架枪，所以说这么架，所以说只要枪顶就可以，就可以为所欲为是吗？哎，这里有雷，小乌弟弟，这里有雷。你知道当人上头的时候，旁边说什么都听不见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算吼破嗓子了，他可能都听不到。在顶 I 七一个整编队，好像没有掩体，好像是支架。哦，被远处修了零数的枪线。小杨一颗雷炸倒了妹妹，小宇宙直接帮他补掉。是的，而这边天霸的位置被 DT 冲了一波，好、啊、DT 开过头了吧 ？DT 和 MCG 都开车开冲，他们两个居然没有打起来打，搞了半天。是的 ，MCG 留在了山上 ，DT 这个位置怎么会看到？你不是直接接盘天霸的位置就好了吗？他想去接盘 I 七的位置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的。哇，这个你穿过了多少人的枪线啊？这波 DT 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不理智了，这等于是 MCG 捡了一个天霸的位置啊，对吧 ？DT 这里还不好，可以就是还有机会的话，还会跟 MCG 再打一架的。小杨直接隔了一条马路，这连狙打要等烟起来才能扶，然后扛走，扛到那个连狙打不到的位置，哎呦，没想到半路上、哎、被一枪连狙爆头，这么一下还不如原地扶呢，我的天！巨幅的两个人，哎，好像是谁原地三百六十度转了一圈，可能是车起步头，你都踩到脸上了、哎，你都忘了吗？你忘了吗？没子弹了，他没子弹，他用拳头在补人，他没子弹了，这备弹全部打完，用锅刀他，刀他，刀啊刀，他直接扔出去了，锅还要回收，锅还要回收回来，我的天呀、啊！然后再补，死了，死了，弟弟毒狼。来，我防下一个，我知道了。来，这个树后有一个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人，还有人。我只有一个，我只有一个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标点有一个。标准，我给你封印了。我标点有一个。标准可以撤过来，标准可以撤过来。你得可以过来，小宇宙，你得过来。撤过来，别人没在清那个 DT 的。标点，我标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OK。哎，我没丢到。标点这个是 DT 的，你标点这个是 DT 的。直接过，直接过。可以养一下，好吧，往前顶。跟着小五，顶到这坡，顶到标点坡，顶到标点坡。弟弟死了，弟弟死了，把那石头踩了，石头踩了，石头踩了。跟你们靠上面的。OK。蓝线，蓝线。我懂。跟你左边。会 OK。不到，不到，出去，这三七一，三七。来来来，就你这边。
我直接来乙好吗？点下这个吗？对对对，来逛，直接来逛。我俩直接拉左边，你拉右，两个拉右边。没打中，右边。